好，因为我们武汉肺炎哈，这个开学的日延后了这个两个星期，那呢，现在呢，2月25号即将开学了，所以宜兰县政府呢，我们呢，希望呢能够全面的消毒，让这些小朋友呢，能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能够很安全哈，让家长很放心。我们宜兰县总共有116个学校，还有高职、高中，还有国中、国小、幼儿园，全面的消毒，希望呢让这个防疫呢滴水不漏啊，希望呢能够这些小朋友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，家长很放心。所以呢，今天呢特别呢哈，这个我们宜兰县政府的这个环保局呢，准备了这个消防车，还有这个消防的这个喷雾式的这个消毒。我们呢，这些我们的环保局还有我们的清洁队员，总共有70位，全部动起来，希望呢在这一段期间呢，要开始之前，把它全部公共空间，还有我们的小朋友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器材哈，还有呢水沟全面的都消毒，希望呢能够把它防疫呢，能够让它呢很安全的哈。能够让小朋友啊，如果说南北礼拜我们要进来我们的学校的时候，我们也有那个量体温的哈，额温枪哈，能够呢让小朋友呢没有发烧的都全部哈，希望呢能够把他们照顾得很好的。今天在光正国小这个地方啊，是率先做，其他116个乡镇全部哈，116个学校全部动起来。好。